它会吃，它会吃，你就倒到我那个地方。你不要，我会怕。你不要怕它，它更怕你。它看不到是吗？可以啊。它有看到了啦。它有闻到味道吧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生病啊？有吗？看起来没有啊。看起来好像很正常的。走过去。还是他怕我们？走远一点好。过来一点。站好。站好。嗯，我会站好。啊！踩到大便了。压大便他还好。干嘛不吃？对呀、啊。吃太饱啊。怪怪的。上次来喂他有吃欸。对吗？他上饭去了吧。什么？没有啊，他在阿爸在干嘛？感冒啊。感冒真的吗？鸭子会感冒啊。不会啊。是啊。啊，上！小心，这有大便啊！啊，走了走了，这有大便，绿色的。走过去，走过去。我想到那个石头，这个我踩了什么狗狗？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去那上面。他在吃哎。对啊，他也是怕我们走。哦，我们走掉他怎么会死？对啊。好这里要先走过来，不要玩。他怎么还要这边坐？他另外一个那边有可以坐。嗯。我们要走这里。不要走那里啊，走这里，动这边。但是我想喂鱼。啊，你过去喂。啊。因为这里还有鱼嘛。不要去桥桥上喂啊。帽子戴起来，在干嘛？小心小心，来，我拿我拿衣裳，我拿衣裳。好重。有吗？有东西吗？你丢它就会来了。那边好像有一只哎、欸。对呀、啊，我看到边那里很多只哟。那你丢啊！你要在干嘛？我们不是要唯一吗？没有没有。没有一。那我们去另外一边，走上去那边。咱们都太冷了。太冷了，不吃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他们太冷了，然后就没有食物吃，他们就在水里。对。嗯，去桥上喂就很多了啦。给他看有没有棉花糖可以买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次棉花糖是在这里买的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很冷啊！喂完就要回家了。来喂一喂，走到中间去喂。爸爸。啊。
快点喂喂。我不想让你一直移。好好啊。赶快啊，鱼在下面啊。我丢了，但是很多叶又没有鱼来吃。你要丢多一点。等下乌龟就过来了啊！这么冷的天气，乌龟可能不会来啊。好像水变低了吗？为什么都没有鱼啊？没有吧？啊，不要丢了，浪费。鱼都哪去？天气太冷了，鱼都不来吃了。好，等他了，不要这样，你这样不行哦，陈怡啊。那是乌鱼的病吗？不小心了。